动它，让它自然，让它自然，动它被逼就不好了啊，让它自然，自然就可以了。好，稳定下来啊。那么大家呢，先对大肌肉的交叉操作，不错啊。有一个孩子呢，有一点点停车操作。现在呢，做第二部分，然后呢是小肌肉。太大的胆度，在这边好吗？好。好，好，好。我在做什么？对呀、啊，小肌肉的啊，那你们看到吗？他们有多少小孩可以做到？没几个可以做到，对吗？我能做，上次的同学吧，对吗？好，所以啊，一半的小孩，这里的小孩其实蛮不错的，已经是这样的。如果是相对。发力空间比较大的小孩，大概他的表现会更不一样。好，做第三个，从大肌肉到小肌肉嘛。现在我们做核心肌肉的交叉爬行，看你们做不做到啊？啊，我做什么你们做什么，我不做的你们千万不要做啊。好。大家就留意有多少个小孩呢可以做到了。绝大部分的小孩呢，要么就是肩膀可以动，骨盆没有动，要么就是骨盆动了，肩膀没有动，或者是我是水平动，他是这么上下来动。是这样吗？厉害，你做到了，不过可以做得更好，不过起码做到啊。你这个小孩很厉害哦，恭喜恭喜。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你是肩膀动而已，骨盆没有动。是这样吗？不是。是这样。你是骨盆有动，肩膀没动。是这样吗？不是。好了，回去吧，再回去啊。看刚才呢，绝大部分同学的小朋友的核心肌肉呢，就受不了。我估计呢，如果成年人能够出来的话，我估计起码半年就到了，我估计这样。